中你有桃儿上有一回，一桃儿离水相随，你穿错了假装才能有快乐，擦上一层胭脂一包美，一生别人日志听见的冰冷，妄想藏你花发的幸福飞，你说不要自作自受，中单的楼呀，感谢周杰伦送水瓶，谢谢周杰伦水瓶，谢谢谢谢主播求歌名啊，刚才的歌名呢叫这个唐人唐朝好男人，感谢毁梦送礼物，感谢骚男前女友送水瓶，谢谢水瓶，谢谢，让我 Q 你一下，让我再 Q 你一下 Hot Key 啊，哎呀好闪少侠，好气啊，好走位少侠，哦我的闪现弟弟亏死我了，亏死我了，亏死了，亏死了，亏死了，嗯亏死了，撞死了，没闪现，你在逗我，跟他们姐高兴的，感谢这个骚男楼上的老王送的60个怼，谢谢怼，谢谢，嗯谢谢，我连助攻都没有，真的啊，我好炸呀，真的，我炸了，炸了，炸得厉害。嗯，中路已经爆炸，瞎能不能走开，瞎子，打你的野不好吗？非得过来干扰我。Hot Key。面对疾风吧，完了，我死了。你个老瞎子，你看，哎，气死我了！好吧，好吧，不回家，不回家，回家这波兵线亏死了。我这100血，他又点火，又点火，我也不想回家呀。哦，他没有点火了是吧？点火给弟弟了啊、哦，没有点火了。欢迎骚男的小朵朵，欢迎小朵朵。不浪了，不浪了。菜抠脚的老瞎子干扰死我了。两多来。不是，这不是最伤的，这最伤的就是弟弟拿了一血之后呢，没有给我一个助攻。有助攻的话应该会好一点，是啊，不用管我，不用管我，中路这边的我是有优势的，有优势，但是不是太明显就对了，杀死他！嗯，感谢这个 LEO 送血瓶，谢谢血瓶，谢谢谢谢。这做了个小战锤，这个小战锤是吗？我看到瞎子了，弟弟，中路瞎子，瞎子，弟弟，老瞎子，感谢这个三楼楼上的老王送血瓶，谢谢血瓶，谢谢，谢谢。欢迎三楼守护令大人，欢迎令大人。
老瞎能不能不来中了，瞎子？老瞎别走了，咱们三个斗地主吧，抢地主不下呗。哎呦，好烦呀、啊，真的。我们学大招，完了，我点错了，喂，喂，不行，这边的苍南必须得演出一种虽然六级但是有大招但是想杀你那种的感觉，一定不能怂。好的，回家了，证明这个姐是看不出来我们有大招的，太好了，先带一波线赶紧走，咱们也走，这样的话咱们会赢一波小线。奥瓦，好，两个这个小短线，轮子，他们轮子 ADC， 我们这边小逆风啊，这什么节奏？对，这边的不看战绩，一看战绩的话，我们这小逆风，他们家老瞎子还一直抓我。瞎子一直在中路蹲着我，我们三个在中路斗地主，你们还炸了。好子 K 呀，好走，魏少侠。算杀不了他了，他马上到六了，六级我要死。嗯，姐应该有技能。六了，六了，六六六，哎，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嗯，赶紧血瓶，谢血瓶，谢谢。我想杀他，真的想杀他，我试试。感谢这个你剁你也麻送血瓶。嗯，吓我，老忍者。老忍者躲我风，溜溜的。哈子克，痛裂开拓。阿通阿通通，可恶啊！哈哈哈哈！哎呀，老忍者跳，老忍者，哈哈哈！啊，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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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再跳再跳，打死你！哎呀，六六六六六，摔了口角，感谢这个鸡排摔倒了，感谢鸡排摔倒了送的蓝星，谢谢鸡排的蓝星，谢谢，谢谢。哦哇，把你厉害的差点就把我弄死了，感谢这个陪你征战送血瓶，谢谢血瓶，谢谢，谢谢。是啊，这边不但在桑南的直播间能看到刺客，还能就是学到一些啊，你 Q 过来你试试，老瞎子还能学到一些这个六级没有点大招应该如何应对，是吧？好好吧，丝毫不慌，我要慌的话我就回不去了，慌就被瞎子踢死了。劫的话要不要出绿茶，我感觉出绿茶吧，这边咱们出绿茶不出电刀了，打刺客还是要出绿茶。哈子 K， 好走，魏少侠，好走，居然能躲过我的二连戳，感谢一个桑丹楼上的老王送血瓶，谢谢血瓶，谢谢。我家是顶楼，不好意思，老王。你住在，你是在哪里 ？AJ 三怎么死的？三？啊，老三为什么要给杰送一个？
你睡在房顶上是吗，老王？看到了，动他，动他！哈斯克，操你也开拓，阿拓！桑南的龙卷风可不是一般的龙卷风啊，桑南龙卷风是超必杀，100%强力命中龙卷风。不不不，是超强力之100%命中龙卷风啊！感谢这个天天在发呆送水瓶，谢水瓶，谢谢谢谢。超强必杀，以为用影子就能躲开了吗？你错了，忍者。还有小瞎子，小瞎子，哎，惩戒，好惩戒，少侠，好武功，少侠，你差点把我吓死了，真的。好，回家了，这边的不能再浪了，再浪我要死了。他没大招，弟弟干他，没大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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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杀了他奖励辣条。哦，666666666666，弟弟，好的，恭喜弟弟获得了辣条碎片。嗯，感谢大谢的送水瓶，谢大谢水瓶，谢谢谢谢。弟弟现在已经有三个辣条碎片了。嗯，十个辣条碎片就可以合成半薄辣条。感谢网瘾少女送血瓶，谢谢血瓶，谢谢，我已经做绿茶了。哈斯克，哪儿跑，老忍者？大什么？你秀的不行了！哎，弟弟，弟弟掉线了，弟弟。弟弟一听奖励他一个辣条碎片，高兴的直接掉线了，什么情况？别这么激动，弟弟。傲娃，欢迎骚男守护呆萌的小软妹，欢迎小软妹。好的，欢迎这个桑南的守护兔宝宝，欢迎兔宝宝。黄叉，我要做三项之力。他们在这个，感谢靓仔送血瓶，谢靓仔血瓶，谢谢。哎，看到辅助，看到辅助没有，弟弟？等一下，我过来撞起来，我过来，等我过来。他死了。肯定死了，我的，还给我套个虚弱，杀瞎子，弟弟，瞎子瞎子，面对疾风吧，疾风疾风吧，小瞎子，哈斯克，哪儿跑？杀杰杀杰，弟弟，还没大招，杀他杀他杀他，哈斯克，哪儿跑？哪儿跑？超强力之必杀100%命中龙卷风，哈斯克，弟走位，弟弟走位，我来应对，我来应对这个乌鸦，哈塞，好走位，少侠，哈塞。哈塞，哈斯克，哦，超强力值100%命中龙卷风，666666，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形容少男的龙卷风，什么字儿？帅的抠脚，是的，帅的抠脚。啊，666666，老疯女，除了他们家 ADC 全被我杀一遍了。咱们的装备之后呢，这个黄叉，然后呢再买一个这个，哎，这个。买三项，感谢弟弟的第13个老婆送血瓶，新的血瓶，谢谢谢谢。帅的抠脚是一个字吗？桑南买一送三可以吗？感谢这个桑南楼上的老王给我送的60个浪，新的浪，谢谢谢谢666666，嗯，非常感谢的浪，谢谢。影流之主，前期把你一血放走了，不要太跳，真的不要太跳。哈斯克，好走位，少侠居然能躲开我的龙卷风。面对疾风吧，疾风疾风吧，哈斯克，完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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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走位，哎，穿墙，哈哈哈，哦，弟弟救我，弟弟，弟弟救我，弟弟弟，弟弟救我，弟弟弟弟，弟弟我要死了，弟弟，哦，菜的抠脚，嗯，可恶啊，菜的抠脚，弟弟为什么救我，弟弟，弟弟为什么不来救我？
我死得好惨呀，好多技能打在我身上，艾克也死了，死了老艾克。嗯，菜的抠脚。哦哇，死了个最屌的。感谢这个，哎，欢迎骚男的守护呆萌的小软妹，欢迎小软妹。击飞地点，哦，全是残血。哦，老瞎子，逗死我了，老瞎子，来来，哦，站住，别走，别，完了，他有影子，一再堵他一下，一再堵他一下，可以的，你可以的，一再，好的，干得漂亮，哦，六六六，这个，哎，老瞎子撞墙了，老瞎子。嗯，你吓死我了。嗯，感觉这个爱骚的男刀能玩一下吗？这个呢，下一场看一下，下一场的话可以打男刀。三项之力。弟弟是无药可治的，好吗？那我来了，我来了，他死了，快跑，开大招！林子之前不能开个大招什么的吗？背对疾风吧，疾风吧，哈子开透，你也开透，阿通，哎呀，你们三个以为能杀了我？开玩笑，天有多高是有多骚，我是王者骚。无情，忍者邪，嗯，好几个大招，相当于一个背对疾风，屌不屌？屌饱了。是吧？一般我都会打背对疾风，我拿个红 buff。辅助的赛还可以，这边三的战况。哎，三这个击飞好高啊！击飞打断了。风女能杀风女吗？面对疾风吧！Q 就不吹，你看到没？吹也是被我封墙挡掉了，好难上。看一下 Q 我，来，过来，跟我打，忍者。好的，我要必杀了，超强力值100%命中旋风。人呢？好走，韦少侠，完了就全死了，三也死了。哈子开吐，你也开吐。哈子开，好走，韦少侠。哈子开，哈塞。站住！无情，这个也给我留下，把这个敌人交给我。哈斯克，嗯，感谢这个小宋送的血瓶，谢血瓶，谢谢。帅的抠脚，是啊，帅的抠脚。
这边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订阅好吗？这边呢还是感谢四号门的小朵朵送水瓶，谢谢小朵朵水瓶，谢谢。然后呢看到一些小喷子啊，喷子小观众呢麻烦点个订阅可以吗？谢谢。这次没有喷上的话，欢迎下次继续来喷，谢谢。素质观众还有喷小观众都可以点个订阅，在右上角手机或者拍电户呢麻烦点关注或者喜欢就可以了。主播每天都播，这边的我的直播间欢迎所有人，不怕你不喷啊，就怕你不会喷。不会喷的小喷子，这边呢我们直播间有老喷子可以教你喷，怎么样教你喷呢？你得有礼貌的虚心请教，大家好我是新喷子，请多多指教。这样的话我们的直播间就会有老喷子来教你，大家好我是老喷子，我来教你喷。这个还把我踢走了，加油。哈子 K 好武功消遣啊，感谢十三姨送血瓶，谢谢十三姨，谢谢谢谢。哈子 K 好走位少侠，透里也开通阿通阿通，抢得好在，完了轮子火了，轮子火上不去了，面对疾风吧，疾风疾风吧，我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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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杀一个烤木。好了，杀不了了，他们可能要投降。一切都源于这个老三抢了一个。感谢桑丹哥哥送血瓶，谢谢血瓶，谢谢。这边的桑丹以死换一个人头，但是没有换到，怎么办？他们应该不会投，太浪了，桑丹。血手，要做血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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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手。我看一下这个。哎，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血手加的攻击力是基础的攻击力，就是前面这个蓝色的122，你看着啊，这个我撤销一下，我现在基础攻击力是98，买了血手以后这个基础攻击力就是122了，这个基础攻击力很重要，就说配合这个三项是这个下一次会造成额外的基础攻击力伤害。对，有的观众可能没有发现这个细节，我跟你说一下。然后呢这个部分英雄加成的话要这个血手特别好用，不是额外的攻击力，是基础的攻击力。对，所以配三项特别好用。我再杀一个，好，再杀一个，小声点，我从后面杀一个，就是他了，就是老乌鸦吧，杀老乌鸦，乌鸦慢慢的。好武功少侠，你以为就你会穿墙吗？我也会。小偷给我回去，小石头给我回去。穿墙，这是我什么鬼？穿墙！哎，你个，哎，这个晕他呀！有击飞吗？旁边应该没有击飞。透裂开拓，阿拓，这个轮子想不到我会侧面吹风，看到没有？轮子晕了，真的，我用了个侧面吹风。后啊，用嘎吱窝吹了个风，好恶心啊！